科技大学获得了第22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 的全国总冠军。 在这里，参赛队员们用意志和勇气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精妙绝伦的科技盛宴，更是人生梦想的新高度。在这里，我们收获的不仅有荣誉和掌声，更是有珍贵友谊和努力拼搏的汗水。相信这段时光一定会成为我们将来最为难忘的回忆。